号已经换了啊。好，一号打头。没有这样子的。开始了。笑死我了，看完了吗？那看完了就放下。怎么这样？真的是。哇，一啊！我的天哪！啊，一，炸手！看彩虹下了，不要透露啊！这个太恐怖了。我的天哪！怎么那么大一个？怎么了？什么表情？啊，猜对写对啊，奖500，快加油！怎么使劲在摸呀？我的天哪！太吓人了，太吓人，真太吓人了！你们没有见过，你见过？你见过吗？你们肯定没有见过。别让别人看到了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你也是第一次见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啊啊！可吓人了，小心点啊，摇手。是的。喂，好痛啊！别剧透啊，他这会儿也在打盹了。哦，有人摸的吗？不常见，也就是不常见。哎呀，这字咋写的？这好像是这么写吗？啊，是。3号。能不能猜到？摸不出来是什么？生活经验哈，看来就是在家养尊处优的。没见过吧？4号。动不动？动。啊！敢吗？再试一下。不敢了。敢不敢试？不敢了。我的天。5号。小心咬到手指头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在动吗？动了没动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。是你手在试吧？不能看、啊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不知道后面事吗？不知道。6号。不好看。嗯，有点恐怖的感觉。怎么样？咬你了。呀。你觉得是榴莲？我开箱，你验证一下，我猜对不对？开箱，我验证一下。我拔了一根牙签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拔了一个牙签。